现年33岁嘅中英混血儿何慈恩，出身于武术之家，爸爸何物系已故一代洪拳宗师刘家良嘅入室徒弟，而何慈恩亦从小习武，喺14岁时仲正式拜师入门添，成为刘家良嘅徒孙。近年为 TVB 拍剧嘅何慈恩，因身手了得，不时喺剧中打到七彩，获网民封为最强打女。不过打得有型嘅背后，其实佢周身伤，由头到脚都冇忽好肉，但佢竟视为战绩。越战越勇嘅佢，仲不停操拳提升战斗力。目标系将来同荷里活巨星奇洛李维斯喺镜头前较量一下。